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刚才是孔云龙，对。哎呀，啊哈！这大热天儿，这是啊，凉快凉快再说。孔云龙说一段嗯，学哑语啊，对，大伙儿鼓掌，爱听，喜欢。岳云鹏、孔云龙是同一天来的德云社，是，这一晃都来了快20年了。嗯，很感慨啊。是吗？孩子们都成熟了，是啊，出去演出的、做节目的、拍戏的，嗯，挺好，就剩下我们这个岁数的看家了、啊、可不是吗？今年其实还挺忙，忙啊，过完年之后德云社有一个欧洲的巡演，对，欧洲转了一圈啊，我跟于老师我们带着什么孟鹤堂他们啊，啊，哎，出去走了这么一个多月，没错，7个国家8场演出，哎啊，这转了一圈刚回来，这是刚刚算歇过来，是这些日子把于老师累坏了，反正不轻省，那可不会，这个岁数人了啊，啊，年轻人出去有时差还倒得挺累，嗯，何况谦儿哥了啊，那我看着我其实挺心疼，谢谢您吧，我忘了是从哪儿啊，哪个国家飞哪个国家了啊，我印象很深，在飞机上于老师困得都不行了啊，迷迷瞪瞪的，看着很心疼。终归是50几岁的人了嘛，岁数不饶人啊！在飞机上，于老师，木楞一下起来了啊，去洗手间，上个厕所啊！我就看着走道都晃悠，嗯，我都想过去扶他一把去。嗨，于老师到飞机洗手间，啊，打开门，啊，里边坐着一个大姐，她也是没锁门，你这个大姐也是睡得迷迷糊糊，忘了关门了。都挺累的啊，这于老师也愣了啊，大姐也愣了，是大姐，哎呀，嗯，这把门关上，就是于老师把门关上，这会儿哎呦这盹儿才醒，对，这大姐还没完了，怎么着，出去把门关上啊，我在屋里呢，好家伙，我给自个儿关屋里了啊，很累啊啊，当然刚到头一站，刚到伦敦的时候于老师精神状态还挺好，那刚到还好一些，刚到挺高兴的啊，对，我印象很深、嗯、头一站是伦敦嘛，啊，到了之后正好是早上4-5点钟啊，于老师说我要出去遛弯儿，那叫晨练呀、啊、我说你真别出去，嗯，你也不会说句英语，助理翻译工作人员都睡觉了，你一人出去万一丢了出点事儿呢，没法交流，他说我会说哈喽，我说你这太有点玩笑，会说个哈喽就敢上街啊，你哪怕会说个 good morning 呢，是吧，啊，早上好，他问我哦 good morning 这个好使吗，什么叫好使、啊、我说就算早上好呗，对呀、啊、哎，我得练练，嗯，于老师还练这4个字，我下功夫，嗯， good morning 啊， good morning， good morning 没听说过，我说你要说不好别瞎说啊，啊，你就说哪怕说 morning，哎，这简称呗，对对对，人也听得懂早安的意思啊，自个儿还练呢 morning， 对 morning， 哎，念到这个就出去了啊，就可以了吗，大早晨蒙蒙亮，于老师上伦敦大街上自个儿散步走一走，对过来英国的大姐，哦，妇女，于老师高兴要跟人说早安，说一说 money， 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你就好好的说相声就好了，哎，您说这对，别的不用，您比如说平时您还演戏啊，演戏就演吧，是也有成绩啊，于老师演戏还拿过一个影帝奖是吧，啊，嗨啊，大伙儿跑4-5年了吧，得了对吧，澳门有一个金菊花奖，哎，于老师很厉害、啊、金菊花奖、啊、因为它是金的呀，啊，那菊花也不成，什么金莲花奖，金莲花奖，对，拿个影帝，是我们说相声都觉得 很高兴，哎，谢谢您，郭麒麟为这个事还特意跟我说，说什么呀，说您看于老师拿影帝了啊，嗯，到现在我也演戏这么久都没有这么高的荣誉，是我还劝我儿子了，得劝，别往心里去，好好演戏就好，没错，你不管拿不拿影帝你也是我儿子啊，这话怎么那么别扭，我听着，嗯，是很高兴的事情啊，是你很高兴的事情，我跟于老师没法比，怎么呢，我这辈子我也拿不了影帝，您客气，我努努力拿下俩影后来可能还行，是啊，所以说除了拍戏之外您一定要认准了啊，您就好好的说相声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这是咱们的命啊，哦，
命是相声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浮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。好，再来一个，还是这个。怎么想起说这么几句呢？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咱俩人的命。哦，这是感叹命运。人生在世离不开命运两个字。嗯，它不是封建迷信，它是有它的道理的。那倒是。那人一落生就俩字，一个命一个运。哦，命，命就是你的出厂设置。原厂设置。哎，一出厂你那个设置就是个说相声的。啊，命该说相声。哎，那个人的出厂设置就是个主持人。哦，啊，这是唱快板的，那是演电影的，是这东西几乎改变不了，没法改。这是你的命，那个运是可以动的，啊，运是可以动，一动一静两条线左右着人的一生。你看，比如说这儿放着两碗米饭，哦，举个例子啊，两碗米饭在这摆着，这碗米饭被人吃了，经过消化排泄在厕所，嗯，这个就是这碗米饭的命。哦，他就这样，那碗米饭没有被吃，是。得以完好无存地保存下来，嗯，那就是他的运。哦，那碗的运是不是比这碗好？那就好多了，对吧？是。当然到最后没人吃，他长毛了，又被苍蝇蚊子在上面叮了，嗯，最后他又扔在厕所，那还是他的命的问题。哦，人这一辈子都是命和运俩字在作怪，很玄妙。有的人是命好运不好，有的人是运好命不好，这又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于老师，拿您举个例子。可以。您命好运不好？怎么叫命好运不好？于老师一出生就是一个贵族的家庭。你看我还离不开这贵族，你看、哎、吃饭的碗是黄金的，哎呀，盘子是白银的，有钱。那个筷子是翡翠的，上面还带一钻石，太值钱了。我觉得您这个命很好了吧？太好了啊！但是这么好的命您被拐卖了。哎，这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这个最后您被扔在黄崖关往西24公里啊，有一片原始森林、嗯、我让人给扔到岳父家了是吗？你看命好运不好。哦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运好命不好。运好命不好怎么讲？你比如说于老师的运气很好。怎么好？嗯，举例子说啊，啊，美国洛杉矶地区所有的华人啊，要在洛杉矶选一个头目。嚯、哦、选一个鸡头啊。鸡头啊，没有这么叫的。你看洛杉矶的头目吗？我、哎、那就叫华人领袖啊。行行行，选人民负责人。嗯，那么些个华人最后选的是于老师。还选上我了，可以了吧？太好了，运气很好了吧？没错。但是命不好。怎么不好？应该是大年初一上任，年三十您猝死了。哎，那就是我不好。你看看、啊、这就是命好运不好，运好命不好。哦，因为人生啊，很多事情很奇怪。是，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最多也就是5%，是不多。天下很多事情是我们闹不清楚的啊，不能简单用一句话封建迷信解决不了，说明不了吗？我有朋友跟我聊天，他就抬杠啊，他说我认为就是我没见过的事情就根本不存在。哦，他这么理解。我说你这不对，应该要敬畏天理。哦，你没见过就不存在？不能这么说吗？ WiFi 你见过吗？啊，这还真见不着。你的肉眼没看见 WiFi， 难道说世上就没有 WiFi 吗？那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还用呢。不讲理啊。对，声音你见过吗？声音也见不着。能听见但是看不见。对。哦，你没见过就没有声音吗？哎，对不对啊？不能这么说。就是啊，秦始皇你见过吗？哦，李世民你见过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那这些个古代的人物，曹操、关公啊，慈禧太后都见过。你见过哪个？哪都没。哦，你没见过就说明没有啊。不能这么说，你无知啊。是，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，你怎么知道我就没去呢？这话题怎么转这么快呀、啊、这个。所以人要讲理啊，尤其是说相声的啊，把这个弄明白了，你的台上才会好啊。得研究、啊、一个相声艺人站在台上、嗯、你为什么这帮人说相声1500一张票，开票就卖光了，你还买不着。是，这帮人5块钱一张票，管饭啊，还背着你回家。哎呦，没有人去。是，为什么呢？他必有原因啊。好说相声站在台上，最起码你要知道
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哦，得分清楚这个。有的事情是人力可为，有的事情是人力不可为。这怎么又出来人力可为不可为？有的事情通过人的运作是可以的，有的事情就不可以。您举个例子，打个比方啊，有的事情人力不可为，比如说啊。你看那个太多了，我先跟你说一简单人力可为的事情啊，人力可为。您比如说有的比赛，比赛啊，比赛到最后其实谁是几等奖，谁是几等奖，这都属于是人力可为的。比赛是人力可为啊。比如说这儿搞一个相声大赛吧，啊，就我们这种比赛，南京搞一个孟非杯相声大赛，呵，好。哎，获胜者会到孟非的碑前去行个礼。哎，这好。行礼呀、啊，就随便说啊，孟非杯相声大赛啊，冠名了。哎，然后就一道关的比赛嘛，啊，比到最后，马上明天要公布名次啊，到结尾了，一等奖、二等奖都是谁的呀？是啊，评委们在屋里边商量的这个过程，其实就是人力可为。这他们商量出来的？那当然得商量啊。怎么商量？评委们在屋里边 啊，谁是一等奖啊？啊，这评委要游泳啊，是怎么着？别抽了、啊、商量吧。张三得给一等奖。张三凭什么呀？张三他们家五六辈儿都是说相声的世家，他爷爷是咱们这行的 logo。 嚯，哎，他父亲是咱们这儿的图腾。哎呦，如果不给他奖，连咱们都是假的。那得给，要给张三、嗯、一定的。李四得给奖。李四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比赛的赞助是李四拉来的钱，这是金主。王五得给奖。王五呢？咱们场地是王五赞助，这是地主。所以你看这些东西，它其实就是人力可为。那就他们已经分完了啊。哎、嗯，如同就比如说演员评级别，其实也如此。评级别也是人力可为啊。这是一级演员，那个是二级演员，几级演员啊？啊，他这个评选的过程也是人力可为。这怎么人力可为？比如说于老师啊，我于老师别说您是说相声的了。那我是于老师，是一个影视的演员啊，拍电影的。您是一个三级演员。我是三级演员还是演三级电影的演员啊？我是。嗯，你现在确切说还不够三级。哟，我级别还低。你是个四级的演员。那我还得努力啊。对呀、啊，如果有好作品呢，你就可以评三级了。那我等着好作品。哎，啊，其实你已经拍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了。我已经有成熟作品了，拍了好多电影了。都有什么呀？床上床下，哎，床头床尾，床前床后，床塌了，床碎了，愤怒的邻居等等。我有这么多作品了，我早就应该是三级甲等了。我那个，我怎么还四级啊？我这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来了？最近你们电影厂要投拍一部大型的爱情题材的电影，那我争取参加。你很希望参加？嗯，哎，厂里一宣布，怎么？你的男一号？哦，我男主角，多棒！太好了，女一号是苍井空。哦，哎，你别说，这戏有他带着我，错不了。那是啊，一定的。这个电影拍好了，你不就能调一集了吗？啊，我就指着这个。电影一开始，于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大学生，年轻人，一个年轻的大学生。好，一上学呢，校长很喜欢你。怎么办呢？嗯，收你当干儿子。哦，我认了校长一个义父。对了，你有一个义父。可以。副校长喜欢你。那如何？你认了个义父。俩义父。教务处长喜欢你。怎么呢？认了个义父。这就仨。传达室王大爷喜欢你。啊，认了个义父。我认这么些义父干嘛呀？学校给你送了块匾，写着是富可敌国。哎，我就是爸爸多是吗？啊，很好啊。一眨眼的功夫呢，到了实习的时候了。啊，要毕业了。学校送你到一个夜店去实习。哎，专业得对口。你在夜店里的工作就是玩那个电磁炉啊。啊，玩电磁炉啊，在烫着我。那叫什么？打碟的。你在夜店里边打碟啊？打碟，我倒不骂娘是吗？什么话？打碟。你在夜店里边负责打碟。对了，你就在这儿遇见了苍井空小姐。这就是剧情安排了。四目相对，你很爱她。爱情片吗？啊，但是突然间出了一个状况。怎么了？违背了工作纪律，你被夜店开除了。哟，
我违背什么纪律了？夜店只允许无上装工作，我呢连裤衩都脱了。好家伙，我光着跟那儿打碟呀，合着。于是把你开除了。那是。你很生气是吗？愤愤不平，嗯，一丝不挂的消失在茫茫人海，没穿就走了，登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哟，辗转新马泰，嗯，半年后回到了北京。我这算散云似了。嗯，回北京之后先买了条内裤穿上。才穿上啊？嗯，哦，哎，你又有了一份新工作。什么工作？一个跨国的出版集团的子公司做副总经理。还真绕得慌。这跨国公司是什么呀？花花公子。嘿，那我这子公司呢？花花孙子。哎，我怎么降辈儿了？哎呀，那当副总你还在乎这个？哦，当副总的时候，你又一次遇见了苍井空小姐，这就是缘分。你决定向她求婚。我早就应该说。于老师买一大钻戒，嘿，要这么递过去啊，流于俗套，不太浪漫。想了个办法，怎么办？你买了20张发面的大饼。发面饼，北方的老太太愿意在家里烙饼吃。哦，尤其愿意烙发面的饼。发面饼这么厚啊，一张饼这么大，就是锅盔。哎，20张，是拿过其中的一张来，把这钻戒拧进去，搁在饼里头。20张饼装在麻袋里，背好了，拉着苍井空两个人出去春游。我带着他出去玩去，站在山坡上一抖了这麻袋，去你地！这是满山遍野都是饼。我把饼撒在山上了，于老师拿手一指，那个哦，苍小姐就跑过去了。干嘛呀？捡起饼来，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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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就吃掉了。哦，那个，嗯，他又过去了啊。简短截说，吃到最后一张、最后一口的时候啊，这是钻戒。这苍井空有点太背了，我觉得。最后一张20张饼都吃完了才吃出来啊。于老师接过钻戒准备求婚，该仪式感很强啊。我怎么办？双膝跪地啊。叫双膝跪地，我认干妈来了。我说那怎么说？单膝跪地啊。单膝跪地啊，递过戒指，是苍小姐接过来戴好啊，接受了你的爱情。好极了。电影结束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？这个啊，给了那么多粮食应该差不多。哎呀，苍井空为了饼来的是吗？电影一上映票房大卖，就是火了。但是你们电影厂厂长很为难。没什么难啊，手里有一个3级演员的名额。哦，是给于谦还是给苍井空？给谁不给谁，不就他一句话吗？他决定吗？到这会儿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叫人力可为。大概其能人力不可为是另一回事。不可为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比如说咱俩人参加武术比赛。哦，练家子。咱们是俩武术家。可以啊，没有任何黑幕，单凭能耐咱俩比赛。就是打。我擅长使用青龙偃月刀，就耍大刀。你的特长是指甲刀啊。我嗯，指甲刀。在没有任何黑幕的情况下。这还要什么黑幕啊？这个咱俩人大战3000回合。哎呦，你猜会怎么样？我还猜什么呢？我肯定成线儿了。我就这就是人力不可为啊。啊，你比如说咱俩跑，从这儿跑到墙根那儿，那可以。我跑了7秒。行，你跑了14天。哎，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肯定是轮椅坏了。我这个我跑那儿跑14天，这都属于是人力不可为。哦，你包括说今天现场这种演出，这种商演啊，这都是人力不可为。是不是商演？你说咱们过来慰问来好办啊。哦，找一小区啊，找一什么单位，嗯，在你们单位找一大屋子，摆上40把椅子，叫点人来听相声。嗯，也不用给钱，好安排，这没问题。这个就不一样了，体育馆楼上楼下啊，坐这么些个人，好1000啊。你观众是最聪明的了，是你让人家真金白银的买票，那就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对了，跟观众打交道，你打算骗他，他就准备害你。是啊，相辅相成的。嗯，所以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就在这儿了。哦，再次谢谢各位，让您破费了啊。得嘞，谢谢。
您的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就指着这个。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可不是。这钱拿回去给父母给孩子上学，嗯，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，嗯，我媳妇儿不用，我媳妇儿我给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拿着吧。谁跟你客气了？这，就我给。哎呀，不差这一回。哎呀，没听说过。所以说，这个就属于是人力的不可为。是是，他来不得虚假呀，能明白啊？把这个弄清楚了，一个好演员还要有深厚的基本功。哎，基功很重要。我们说相声有四门功课，叫坑蒙拐骗。哎，这谁说的？说学逗唱，脱鞋上炕，脱鞋上炕啊？什么上？说学斗上炕就唱？嗯，没听说。没有哈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对。嘴里得干净，那是基础，每一个字儿要送到观众的耳朵里清清楚楚。对，我们哥俩演过最多的一场是某一年在大连。对，他有一个踢足球的体育场。您讲体育场有将近10万人。是活受罪啊，各位啊，没法演。头一排观众离着我得有2站地，太远了，看不见呐，黑压压。因为这个声音它很有意思，我不知哪位您是声音方面的专家啊？啊，我们俩说相声，这个话出了我的嘴，通过话筒打音箱出来，进到您的耳朵。嗯，它有一个过程。是，而且关键进了您的耳朵之后，这声音还会出来。对，它会传给我。这个声音在回来的路上，我的第二句话已经出去了。哦，明白这意思吧？这太远了。哎，这第二句话打音箱里边出来，会追上我前边头一句话。嘿呀，这时候我第三句话已经出来了，多乱嘛！就这三种声音在空中就打起来了。哎呀，观众听见是一个声音，嗯，我听见是三种声音，我嘴里还得说着话，旁边还有他跟着搅和。这什么叫搅和呀？所以我这脑子得特别清楚，得分辨哪句是我的，哪句是刚才的。太累了。演完之后，我就跟于谦说：“我说咱哥俩给多少钱，咱也不演这个了，这不适合。必须那屋子得有一房盖，得有底儿。没有房顶子，咱不演了。”哦。你后来比如在上海梅奔，梅赛德斯，他那个体育场能坐2万多人，对，就好多了啊。再后来呢，比如北京五棵松，我们演过，那是1万多，15000。对啊，剩下基本上来说呢，做演出是5000左右起步。啊，有的体育馆大一点8000、9000、10000多点，是有的小馆4000-5000人，对，就好一点了。就是不管坐在哪儿，得让人听明白了，这也是基功，说很重要。对，学说话，学表演，学动作，学唱，都得学。逗指的是包袱，哎，乐笑料，好相声得有笑料。是你观众坐一晚上，这俩人跟这儿汤，人一个笑料都没有，不合适。哎，没不叫相声，唱相声演员的唱叫太平歌词啊。除了太平歌词，大伙儿都熟悉，看见了吗？南京观众很热情，是南京是相声发源地啊。啊，南京相声发源地。对呀。您太会捧了吧您。京剧啊，秦腔，意大利歌剧都是南京发源地。好家伙。嗯，很好啊，很好。这个我很愿意在这种地方演出啊。嗯，这个南京市秦腔越剧院还有吗？没有了。那唱几句太平歌词吧啊。好，唱啊，唱一什么呀？你看真有明白人。是我刚说唱一个太平歌词，那是好几个叫小飞。啊，太平歌词是另一回事，看看有没有能说出来的啊。嗯，啊，哎呦啊，我说单刀会，有时候喊单刀会的，你看，还是有明白人啊。对，那说单刀会，对，那个保安给那人弄出去。弄出去了，就是有内行不好骗。好啊，好几位朋友都喊了单刀会了。对，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叹。哎，您这人什么脾气？这是你看你让他猜着了，下次他就不买票了。行了，庄公打马下山来，瞧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，庄子兄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
倒出来金蛋一粒儿，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薄腰粒儿指的是女裙钗。用金簪敲牙关，关下了腰骷髅骨，得命他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。好，这是太平歌词骷髅叹。哎哎，再来一个，还是这个。嗯，除了这个之外再唱别的都在说学逗唱的学里边。哦，你看这些年其实德云社唱了很多，包括小曲小调。是啊，什么张云雷他们唱的什么清水河了，嗯啊，什么这个休喜红啊，找花台啊，都是哎，这些小曲儿，这都是我们挖掘整理。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啊，那时候小小的时候老师啊先生们呐、啊，真是您必须得学，再不学这东西就失传了。是我们自己也得努力，也得喜欢，谁会就找谁。哦，我印象很深，我小的时候胡同里边有一个有一个姚大爷。哦，姓姚，那个大爷姓姚啊，他就喜欢唱这个。哦，我老找他去跟人小啊，你教我一段吧。嘿，还给人家干活。你这小孩能干什么活？讨好他嘛。啊，姚大爷抽那种旱烟。哦，哎，我帮他弄烟叶，好，给他点烟啊。您抽一根，抽完了您教我。讨好姚大爷喜欢我是吗？抽完就教你啊。哦，还真能教。这烟瘾有点大呀。这个你别说，这还真得赶紧学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着，教不教啊？到底教啊？小孩学这个听得懂吗？问你呢。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真说，这都是古代的故事啊，唱的这些小曲啊，这传统文化吗？我教你一个跟屈原有关系的小曲吧。回上来就是屈原呐。屈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其实不知道。那怎么说呢？那也得，我知道啊，愣说，怕人不教啊。哦，还知道屈原呢。对了。这根烟有多长啊？这根烟，屈原呐、啊，这个是个诗人，也是个政治家。说的是啊，自己的志向没有得到施展。哦，在五月端午这天，怀抱着石头沉入汨罗江自尽了。这是历史。后来咱们吃粽子，对，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啊，这就民俗了、嗯。教你这段啊，来吧。咱以后换点带嘴儿的行不行啊？教你这个啊、嗯、啊，屈原啊，五月里啊，是乌呀嘛五月里呀、啊，月儿照花台，虎亭门外有人叫乖乖哎哎，原来是我的情哥来，情哥你走过来呀，情哥你走过来，前门有人你要从后门来，叫不你要请情的脉，你到哪里去吃酒啊？啊，哪里去打牌？哪里谈恋人
的女裙钗，倒叫小奴挂在心怀。哎哎哎哎，这个屈原呢？哪儿有屈原呢？这里，这听半天也没听出屈原来呀。那老头教了我很多，是吗？哎呀，高兴！哎，姚大爷，我学会了，还有吗？啊，我今天教你一段好的，要唱还没唱呢。啊，警察叔叔就来了。哟，把姚大爷请走了，让人举报了，那叫请走啊。十天后放回来。啊，那拘留。哎呀，姚大爷您回来了，真亲，躲开我这儿。急了，都是你这个孩子连累我。怎么呢？不是姚大爷，你闭嘴，不让叫。谁姓姚？不姓姚吗？于，于大爷，于谦是我儿子，你不知道？我就没听说过，又搁我身上了。于大爷，我要学一个正能量的小曲儿，有没有？有吗？你看你早说呀。有啊，我就会一段。那唱啊！你听我这个，来，混沌初分。天地不开，才引出朗朗乾坤，花花世界来。哎呀，都说是英雄造时势啊，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埋。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，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。这唱我的。下面请您欣赏《甜蜜爱情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刚才是高峰高老师。对，高老师会得多，宽敞，而且来说卖力气。是啊，你看这话筒都湿了啊。不至于的，还至于那儿呢？您说的太没功夫了，这叫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对，又换上我和于老师来了。我们再说一段，在后台看见于老师换衣服、梳头发，啊、我很感慨。这有什么可感慨的？我16岁就认识他。是啊，现如今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。那这一晃这么长时间，头发都白了。可不嘛，你说人怎么还会老呢？您看，这不自然规律吗？这我们小的时候啊，啊，就差不多这一批说相声里边，嗯，于老师当年那是最骚的一个。啊、您这叫什么形容词儿啊？说您长得那么干净，那么嫩，嗨，您就说嫩就行。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是人还会老啊，都这样，让人感慨，是吧？当然，现在对我们来说。这会儿是说相声最好的时候哦，现在还是好时候啊。他比我大4岁，对，这个50岁出头的人在舞台上经验最好，哦，火候也恰当。真等到有一天像我们80岁、90岁了啊，再像这样演，估计就没这么大的力气了，那精力也不够了。有一天我要是80岁的话，于老师就是84岁，我比您大4岁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你到那会儿。80岁的两个老头想去说相声，嗯，很难啊，不容易了。我80了，对，我要出去说相声啊。郭麒麟、郭汾阳，您那俩儿子得拦着我，不让了。您不能出去了，岁数大了，哦，不让演，拦着了。您那会儿已经84了，对啊。您那个儿子郭小宝啊，还郭小宝呢，也得拦着啊，这得拦着，得拦着，别去了，嗯。您今年84了，这都这话，您是坎儿。哎，我用他提醒我呀。你要死在家里边方便料理啊，你死在外头上哪儿找你去？好家伙，我非死不可是吗、啊？必须让您健康，健康对。叫一车干嘛呀？给于老师送到医院做体检，体检是应该的。扭回头，您儿子上我这儿来，嗯，给我报信儿。哦，要告诉您一声，要不然之后我知道了我不高兴。啊，这哥俩关系好。您儿子上我家来的时候、啊、午饭后，饭后来的，我正睡午觉呢，休息一会儿。他一进门，嗯、啊，看见郭麒麟了，啊、哦，他在家啊，大哥在家了，打个招呼啊。郭麒麟一回头，嗯、啊，哟，嗯、啊，老二回来了，嗯、啊，这是怎么排的行啊？这是高兴啊，哦，哎，打那个屋里边，郭汾阳出来了，那、哎、二哥回来了。哦，他也懂这排行，那是，嗯，吃饭吧，
开一瓶酒，三个人坐着喝酒，还喝点儿。我从这屋里边就听见声音了。您起了吗？我出来了。哦，哟，啊，二的回来了，这就是你给排的辈儿，知道吗？你儿子赶紧跑过来啊！我得跟您说点事儿。赶紧说事儿吧。谦儿大爷住院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这都不像话啊！我儿子管我叫谦儿大爷呀、啊，第三人称嘛。啊，那跟我用什么第三人称啊？我说那你们赶紧送我上医院。你要干嘛呀？我得看看谦儿哥，要探病。哎，说是个体检，那也不行，非看不可。不放心，真好。三个人开车送我上医院看您去。哦，您住在16楼，还挺高，但是今天上不去。怎么上不去？电梯坏了。那就别看了，你们三个人扶着我上楼去看看。哦，那也要往上爬，哥们儿交情啊，非看不可。仨人搀着我到16楼。好，这儿写着字儿呢。写的什么呀？ ICU。 哦，我体检，我真 ICU 了。嗯，本来您是这儿的 VIP， 那就对了，我给您花了点钱改成 ICU。 哎，这我用你啊。我推开门一看，于老师插了一身的管子，真插出事儿了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心疼，赶紧到跟前儿，把管子拔了。拔管子呀，好家伙，你这还踹，您这杀人来了是吧？我不忍心看你受罪。哦，所以让我早点死是吧？什么话这叫？我说您拔管子干嘛？这就是80岁。哦，真到90岁，你让我拔管子，我都没有这个力气啊。您80的时候拔完了，我就活不到90了，知道吗？我要是90岁，于老师就是94岁，可不是吗？他比我大4岁嘛，小100了。你说那会儿咱俩人，你别说演出了，活着就是胜利。哦，只要活着就行。对呀，一个90的，一个94的，俩老头，你瞧瞧，顶多得给咱俩人放在花园里坐一会儿就好了，就是晒晒太阳啊。看看小河沟里的鱼，还有河树上的鸟，闻闻花香，是是，如此而已，也就这样了。坐了一会儿，嗯，你媳妇儿嫂夫人过来了，啊，喝点什么？这得用人照顾了。我说我要一杯冰可乐。好家伙，90了喝。嫂子得说我呀。当然啊，90喝冰可乐你不要命了啊？要一杯温的柠檬水吧。哎，养养胃，也就这样了。嗯，一会儿说吃水果吗？嗯，我说冰箱里有大西瓜，哦，一刀切开了，你给我拿个勺啊，我自个儿挖着吃，这也够呛。嫂子得说不行，那可不，这个年纪哪能这么吃啊？啊，冰西瓜，给你2片苹果，1个荔枝。对了，控制点吧。待会儿问我中午吃什么饭？中午饭，我说切2片牛肉，蒸1个蛋羹，要1个青菜的沙拉。哦，也就如此了呗。是，嗯，哎，啊，他可半天没理我了。啊，他是这样的，你说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啊？凭什么呀？我10年前的一个医疗事故啊。是啊，你不会说话了。哎，这那就不理我了是吗？也问你了，你没说话，我们认为你不饿。哦，那就我这10年过得太惨了。我这待会儿下午茶的时间到了啊，我说给我啊沏一壶这个红茶，嗯，切2片柠檬。哦，啊，要1个芝麻酱的小火烧，嚯，切点水果，嗯，啊，吃不吃的放点小点心，你瞧，聊天呗，啊，嗯，待会儿天快黑了，嗯，问我晚饭吃什么，嗯，我说蒸一块鱼，要1个土豆的沙拉，煮1个溏心蛋就可以了，瞧瞧，啊，我吃我的，嫂子吃她的，哎，吃完之后我们两个呢守着壁炉看电视，啊啊，嫂子还织着毛衣，哦。但是他那个沙发离我要远一点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男女授受不亲。我能问一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这时候我在哪儿呢？你还在院里那个轮椅上呢。啊，哦，没给我推进来呀。因为中午饭之后啊，啊，外边打雷下雨，哎呦，下雹子啊，我们怕出去衣服湿了啊。另外隔着窗子一看，是你在那儿坐着像个贵族一样。哎，这嗨，哎，我还惦记着拉磨的事儿呢。嗯，我们就没好意思打扰你。那我就一直在外边着着。哎呀，不要紧的，看着很享受。哦，
还享受。嗯，我托付您一事儿啊。什么事情？以后真遇上这事儿了，你们俩进屋之前，先别忘了把我推河里去。你们这事儿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，行吗？这不许瞎说。废话，您这叫不像话。你看你自己都这么开玩笑，你还拦得住自媒体瞎说吗？我开玩笑，怎么自媒体也有跟着开的？台上有的时候会提到，比如说谦哥的父亲呐、啊，谦嫂怎样怎样，那都是假的。哦，有的自媒体拿这个做文章，我很不满意。他们瞎说什么了？我看见一个自媒体写那个，把我气坏了。怎么说的？郭德纲与谦嫂疑似关系密切。嗯、瞧瞧，把我气的，不爱看。疑似啊，不爱看这俩字儿啊。哦，不爱看这俩字儿啊！我这些年白忙活了。去你！什么忙活呀？你们这么写，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？好家伙，他给我说死了。我其实是非常尊重谦嫂的。是吗？我很早，我十几岁就认识谦嫂。是。我那会儿住的平房。啊。我从小二楼那儿过呀。啊。嫂子，挑那个帘子。又来了。行，可以了。大官人。没有大官人，老有这故事。这一晃多少年了啊！他俩人我们真是就跟亲人是一样，这就那么近。谦儿哥结婚晚，对，30岁才结婚，真三十。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？三十而立啊，而立啊，三十而立，立起来绿啊，没有，一绿就立起来了。这就是啊，就是三十而立。对了，嫂子特别好，人不错，又讲理，是性子又直，哎，当然脾气很大。脾气大。我们住平房那会儿，整个一胡同啊，没有人敢招惹嫂夫人，她厉害啊。好，她要是生气了，她能骂你一天一夜。泼妇啊！啊，讲理，有这么讲理的？有一次邻居有人得罪她了啊，她从下午2点骂到凌晨3:40。好家伙，不重样。整个胡同没有人，那谁敢理啊？后来我说我劝劝吧。哦，我说嫂子，天可不早了，大半夜，别生气了，是睡觉吧。对，这件事情才算拉倒。他听你的。临走的时候，嫂子还告诉人家了。说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要不是郭德纲喊我睡觉，没完。有这么说话的没有？这说话都说连了宗了吗？这不是？我是很尊敬嫂子跟谦儿哥的，真的尊敬。哎呀，有记者问过我啊，你说说于谦有什么缺点？那是挑事儿。我们准备炒作一下，你看看。我说你住口。哦，于老师在我这儿没有任何的缺点。没缺点，没有，完人，善良，低调，疼人，仁义。哦，你要说特点，有，那人保不齐有特点啊。你要说缺点，没有，你还真捧我。谦儿哥有几个特点啊？我是有特点。第一啊，爱吃冰棍儿、啊。我这人贪凉，冰棍儿、雪糕。对了，咱们吃一根两根就了不得了。是是，谦儿哥反正每次吃个40-50根啊，我吃一盒。对，第二。他爱喝蝌蚪。哎，这您还别乐，这在我们小时候这是个偏方，这个很奇怪，还得是天津、北京这样的城市。是啊，每到夏天胡同口有人摆个摊儿，嗯，一盆清水，河里边捞来的蝌蚪放在里面。对了，拿茶杯，这一杯大概是5分钱，就是那蛤蟆秧子，家长领着孩子去喝，是喝完了清热，哎，不中暑，叫大凉啊。我喝一杯我就能吓死，害怕。谦儿哥是喜欢喝。对了啊，每次都能喝一盆啊，我给人逮来的都喝了，蹲蹲蹲，喝完之后晃着脑袋。是吗？我去找妈妈了、啊、我给自个儿喝成蛤蟆秧子了。是吗、啊、这是第二个特点。哦，第三个特点，这个人爱吃剩饭，那叫节俭。他爸剩了他吃，没问题。他妈剩了他吃，应该的。他哥剩了他吃，可以、啊、他姐剩了他吃，行。我问过他啊，你们家就没个狗吗？也是。他愣了 啊狗剩了也我吃啊？没听说过。让狗吃啊？对呀、啊、那我吃什么？哎，好嘛，我这非吃剩的不可。爱吃剩饭啊。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洁癖。爱干净，过分的干净叫洁癖。过分了。什么叫洁癖啊？啊，洁，清洁的清，癖，癖好的好。还不如不解释呢。于老师最爱干净。是吗？每天清晨起来刷牙洗脸，收拾完了就得3个小时。这么大功夫、啊、一般的妇女没有她干净。我都干什么呀？于老师早上起来先要收拾头皮屑。哦，
我都洁癖了，还有这么些头皮屑，我都让头皮屑给埋起来了，是吗？嗯，弄这眼屎啊，哎呦，我再给灯泡拆了啊，刷牙齿，那是刷40分钟，40分钟牙，刷完之后呢 ，K 这牙结石。我每天刷40分钟牙，我还有牙结石呢。因为牙刷上没有毛哦，干蹭啊，弄一罐跟那儿秃噜呢，掏耳朵啊，哗楞哗楞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哗楞哗楞，巴拉。喂，嗯，我听见了。好，以前堵死的这是，然后揪这鼻子毛，长着那须鼻须啊啊，他这个鼻须长得长啊，有两天就到这儿。我啊。所以有的时候看于老师一思考就是，没听说过，谁这么思考啊？这个太难受了。所以得老得揪啊，啪！哎呀，啪！愣瞪。揪这个酸疼酸疼的，真的感觉难受。哎，这儿弄完之后挤着粉刺，嗯，刺，嗯，刺，哟，这不能挤了。怎么呢？这还没熟呢。那别挤了，得有白头再挤啊！拿笔写字儿，写什么？我等你哦。哎，嘿呀，我跟你粉刺拿什么约会啊？拿这个，找一根牙签儿，啊，剔指甲缝里的黑泥，这得多脏啊！有手上还长了一个猴子，干嘛？把它撕掉，咸的。这手上有扁平疣，嗯，拿小剪子把它剪掉。哎，有剪子呀？有啊，以后先剪鼻毛，好不好呢？嗯。一算时间，3个月了，啊，该换内裤了。3个月一换呢？脱下来，啊，打开柜子，把那条拿出来穿上，这条放柜子里。不洗啊？3个月之后就没味儿了，自然风干。穿好之后，端起杯来一饮而尽，渴了，喝一杯开塞露。这是往嘴里喝的吗？这才是一天，这才算完事。我16岁遇见他，我就觉得这是个神仙一样的人。反正正常人干不出来。当时我们给他起个外号，我叫他叫情圣。我这模样能叫情圣？他当年同时暗恋40多个女生。那管什么这暗恋，人都不知道，多厉害。这要是我做不了，我记不住。哦，40来个我准得忘几个。我能记得住啊。哎呀，我也劝他啊，你要去追，是看哪个女生好，你追。哦，他说：“你看看这些照片都摆在这儿了。”是，我不知道谁好，我选择恐惧。我来替你，你选这个、这个、这三个肯定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仨是男的。废话，那是不行。这个也不行。这个呢？这是高峰的母亲。哎呦嗨，我这么不摘食呢？最后挑出一个来啊，这个女孩身材、相貌、气质一等一的人才。那我就追她。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李逵。哦。女孩叫李逵啊，葵花的葵，那也是李逵啊。小名叫铁牛，还是李逵。我说你去追，哪怕他不同意，最起码你也死心了。对，他去找李逵了。哦，葵葵你好，跟人搭话。葵葵你好，葵李逵很大气，他说什么？叫爷爷做甚？好家伙，还是李逵啊。这个明天我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哦，吃饭。明天爷爷不。好家伙，吃饭不饿。后天想请你去看个电影。嗯，爷爷不会。我不会看电影。看电影不会啊。我们去散个步吧。啊，我一斧子劈了你个鸟人。我就别跟人说话了。好，好家伙，回来之后我说这很好。还好，最起码排除嘛。哦，属于你的那个菜还没有来，那我等着吧。等着吧。哎，过些日子上菜了啊。这好，什么叫上菜？就是属于你那个女孩来了，等着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我们的嫂夫人，就是我媳妇儿。那天其实一个有意思的事情。怎么回事？于老师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啊。你看我还有 party。 他的初中同学给他搞了一个剩饭趴。剩饭趴？对啊，全班40多个同学，嗯，每个人带一份剩菜饭。哦，于谦不用带。我呢？你负责吃。拿我当垃圾桶了。定的是中午12点的聚会，就是午餐。10点半他没有起床，有点晚。他母亲就喊他啊，快点起吧。是，太阳晒屁股了，都这么说。他赶紧爬起来，哎，往屁股上抹点防晒霜。哎嗨，我这也太浪了，我这个又跟那晒了一会儿屁股啊，这才起床。嗯，赶紧呢，头皮屑啊，牙结石啊，眼屎啊，鼻须啊，粉刺啊，嗯，换裤衩啊。最后端起这杯开塞露来，
一饮而尽，必不可少。嗯，换好了衣服出门参加 party， 我赶紧走吧。走在街上，没走两步，斜对过就看见一个女孩。这女孩是未来的嫂夫人，就是我媳妇儿，模样、相貌、气质一等一的人才，好看是吧？四目相对，嫂子愣了啊！哎，于谦呢？他认识我，我看过你说相声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！你这机会，我太喜欢你了。好啊，于老一瞧这女孩那么高兴啊啊，他也很兴奋。是是，但是你不能兴奋。我怎么不能兴奋？因为你肠胃不好。这爱肠胃什么事？他肠胃有问题啊！你想他吃冰棍儿啊？喝蝌蚪哦，吃剩菜剩饭，常年下来他的肠道不好啊，落病了，容易闹肚子，是，尤其是兴奋或者紧张的时候啊，说来就来，要闹。今天一看这个女孩，她一高兴，哎，得了，坏了，肠胃就拧起来了，这就要来。但是那女孩那站着呢，又不能不矜持一点，我得绷着点啊。女孩高兴，于老师，我喜欢你，我得跟人搭话啊。于谦还往前走了两步啊，是吗？我这腿底下都拉不开栓了，我这面对面的站着，于老师这几句话说的云淡风轻。我说什么了？你好，我、认识你很高兴。你瞧，茫茫天地，那么多的人，我们能够相识，这不是咱们的缘分吗？还跟人拽呢，感谢上苍的恩赐。好了，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说吧，我是否可以到你们家去拉个稀呀、啊？这太泄气了，这话。姑娘说荣幸。哦，还荣幸。我家就在这里。啊、嗯，请于老师到我家。你赶紧带路。完事，我们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？现在吗？当年没有微信，是留了一个电话。哦，留完电话带着于老师走，快点吧。身后就是他们家嘛。哦，进来之后推开门、又推开洗手间的门。哦，姑娘说就在这儿。这干嘛呢？这是。哎呀，啊，你对不起啊，我们洗手间的声控灯坏了。哎呀，就不在那个了。谦哥说，你躲开这儿。哎，对，一会儿弄你一身。进了洗手间，把门关上，手机上有灯啊，我找找吧。拿灯照着马桶，于老师坐在马桶上，全身心的劲儿，这点力气全用在这儿啊啊！噗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灯就亮了，我把人家声控灯都治好了。就这房顶子300多灯泡，厕所亮如薄昼，房顶子上300多灯泡，对。好家伙，我就没拉过这么亮的屎，这一亮了就可以仔细打量一下洗手间的装修了，参观一下吧。他这个洗手间四面都是落地透明大玻璃，卫生间四面透明多、一览无余，那是都看得清楚啊。于老师心说、有一天我要装修房子，是我的玻璃一定是一面镜子一面玻璃。我就别提这茬儿，我装反了也不管用啊。这个女孩就坐在这门外边，哦，拿手机给你发短信呢，还想联系呢。哟，别打招呼了。于老师认识你很高兴。哦啊，我认识你也很高兴啊，特别喜欢看你演出。哦，有机会请你看现场。不用看现场，现在你进来多好啊。这还聊什么劲？从厕所出来之后，于老师有点尴尬。那可不是吗？对不起啊，你看，哎呀，我没想到这不好，不礼貌了。嗯，女孩说没事没事。没事吗？我也是没见过这个沉浸式拉屎的。哎，就别捡好听的说了。哎，你看这一下俩人的关系走近了。哦，有的男孩女孩还问我，郭老师，你看我们交往这么久了，到现在都连手都没有拉过。嗯，我说你记住了。哦，要想好，两个人迅速的把关系庸俗化。庸俗化，你天天跟人在一块儿诗词歌赋国际形势，这辈子他也不是你的。哦，哎，你看于老师俩人，我一窜即得。哎，我也是过于庸俗了可能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，是莫错过姻缘。好话。后来俩人不就结婚了吗？是郎才女貌，谈不到豺狼虎豹。嗯，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结婚之后，嫂子天天想的是怎么对谦哥好。那是，谦哥想的是怎么疼媳妇儿，这互相的美满之极。对了，嫂子还问我呢。问什么呀？那个，我现在想下厨做饭啊，
给做点于谦爱吃的东西。哦，你常年跟他在一起，他爱吃什么呀？你告诉他。我他爱吃什么呀？是啊，冰棍儿。嗯，蛤蟆秧子，剩饭。你说点好的行不行？嫂子说不是不是啊，就是人吃的东西。你我不吃人饭似的。你看他能吃吗？啊，哎呦。我说认识他这么些年没看他吃什么人的东西啊。还是这个哦，他就是爱吃凉的。凉的最近爱喝凉粉儿。那就是凉的。凉粉嘛，豌豆粉做的嘛，打成条，切点黄瓜丝儿、胡萝卜丝儿啊，醋蒜小米辣，是弄一大盆稀里呼噜的，这很省事。好，我去做这个啊。他做呀。嫂子真用心。买豌豆的粉儿啊，拿水调开了，做一锅水，把它倒在一起，和拢匀了，嗯，放在边上等它凝固，哎，这就算成了。凝固之后就可以切黄瓜丝儿、胡萝卜丝儿什么的啊。就等了半天没有凝固啊，可能觉得配料有问题，没做好。嫂子把这一锅就都倒在马桶里了，不要，又来一锅，又没有凝固，又倒在马桶里啊，连倒了三锅，是嫂子眼泪下来了。哭了，我真是个废物啊！我想给于谦做点好吃的，怎么就不成功呢？哎呀，啊哇，哭了，还挺厉害。谦还劝呢，啊，不管用，劝不了。给我打电话说你嫂子玩命哭，怎么回事？嗯，我说我去吧，劝一劝。我一进门，嫂子过来了啊，嗯，撒手。什么玩意儿？哦，朗哥他妈在这儿呢。感谢二位精彩的演出啊！说相声是个体力活，我真担心我轮哥的血糖跟我朗哥的尿酸呀啊！让大伙儿换换耳音啊，让二位主演休息休息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相声《学电台》，表演者杨鹤龄、吴晓泽。谢谢大伙儿的掌声啊！哎，谢谢大伙儿，让他们三口下去好好歇会儿。嗯，一家三口，这个我觉得掌声还能再热烈点儿。嘿，就我们呢跟人家不一样，嗯，人家是知名的演员，哎，大角大腕，上台呀就有这个碰头好。嗯，我们就需要大伙儿的掌声鼓励以及刺激。哦，那倒是。刚才这节目说的多好啊！嗯啊，叫学外语。是这个，其实我们真正相声演员的功课呀，不是说学外语。哦，不光这些，哎，最基本的普通话要过关，要说得好。哦，这是基本的。而且我们来说呀，我们相声演员呢，嗯，台上用的这个语言呢，它不是标准普通话。哦，那咱们这个叫？我们这是普通话加上一点北京的方音方言。哎，归为北方语系。哎，你这说相声必须，啊，必须有点北京的口音。哦，啊，你真正说俩人往这一站，哎，用最标准的普通话说相声，标准说出来不好听，哎，不接地气儿那个。啊，真正说形式是两个人，形式是标准普通话的那个不是相声啊，那是新闻联播。哎，你还真是新闻联播就是两个人啊，啊，一上来一般都是男的先说话啊。对，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，你看播音腔旁边有个女捧哏的，晚上好，哎，啊。对吧，来个女捧哏的，那得说话呀。啊，嗯，而且来说我们这个北京话有什么区别呢？嗯，您各位北京的朋友也有，外地的朋友也有，北京话它有两个特点。哦，您介绍一下。一个就是嘴里发懒。哎，北京人嘴懒。哎，嘴懒，一说话一秃噜就过去了。你比如说吧，嗯，你比如说就是咱数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哦，这个这是普通话啊，标准发音。北京不那么说，北京话，北京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完事儿过去了。不是，您再来一下。来，一二六十，一秃噜过去了。您嘴里有丝袜似的。嗯，这叫什么词儿啊？纵享丝滑。一个词语是三个字的情况下，嗯，北京人一说，中间这个字很容易就没了。哦，三个还能吃一个。你比如说，咱们说一个北京地名吧。嗯，有个地名叫西直门。哦，那交通枢纽啊。西直门是普通话。嗯，北京人一说话，中间这个字就听不见了。北京话说这个不是西门，叫北京叫西直门。各位您注意听啊，嗯，西直门，西直门，你说中间这个直呢没有，它稍微有点音儿，哦，西直门，你说有听不见，西直门，那那直呢？直吃了，吃字，哦，三个就吃一个，吃字，哎，拿我的名字来说吧，您叫杨鹤龄，是北京话一叫我北京人，杨鹤龄，哟，杨鹤龄，嗯，杨鹤龄，那鹤呢？鹤吃了，吃字吃掉了，吃了，啊，这好比吃了啊，哎，他叫吴晓泽，是我，北京话，北京人，吴晓泽，吴晓泽。消呢？消吃了，我说了吃了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哦，这是吃字啊。还有一个特点，还有北京话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？真叫儿化音，
哎，北京人爱家儿化音。哎，你比如说北京有个地名叫三里屯哦，最热闹的地方。三里屯，您注意，最后您要是有外地或南方朋友，您注意啊。啊，三里屯，嘿，这个屯它就是儿化音的作用。哦，屯，三里屯就得说三里屯，哦，必须这样。去掉儿化音反倒不好听了。那去的一样啊，不叫三里屯，去儿化，三里屯，屯这就不好听了。屯，三里屯，各位您是有文化的人啊，屯文言文是屁股的意思。那是文言吗？三里屯，哎呀，这得多大一屁股啊！嘿呀，这德云社也就孙越能有三里屯，你知道吗？孙越得六里屯，嗯，比这还得大是吧？嘿哈，三里屯啊，屯，他的名字叫吴萧泽，嗯，吴萧泽这是普通话啊，这算标准。北京话叫他的时候，儿化音就很明显了，哦，名字加儿化，哎，对，他这名字适合加儿化音。哎呦，北京人叫他儿化音特别明显。哦，就不是刚才那个了，不是吴萧泽了。北京人喊我儿。你看，哎，您有点起哄的意思了。没起哄，蛤蟆得谁上来儿去？北京人叫你啊，得什么儿化音？儿化音，您具体分析。嗯，您最少你得一个化一个，一个您俩字那叫儿化音。俩字您也是儿化音明显。那俩字不能了，儿扎。你看看，儿扎，这时候你就得学人家捧哏的了，你得答应，知道吗？你说儿扎啊，你这得答应，知道吗？还答应？各位，我们这个不是随便答应的。哦，啊，他讲究什么？追那个尾音答应好听。哎，你说儿扎怎么答应呢？儿扎啊，你看儿扎啊，我要是儿扎啊，不好听。嗯，儿扎a，儿扎啊，儿扎啊，儿扎啊啊，答应儿扎啊，答应答应答应啊，答应儿扎啊，答应。你这个演员不好，好的演员呢都是条件反射，直接就说了儿扎啊，条件反射直接就说了儿扎啊。你是一只好演员。没听说你台上防着我，废话，你这吃亏了我这个。我这个一说就是主要介绍一下什么呀？嗯，说学逗唱这个说，哦，这占一说字。哎，对了，而且来说说学逗唱四个字啊，嗯，还有一是学，学也挺难的啊，那可不，学的东西很多，哎，包罗万象那。学个人物，学个动物，模仿个声音呐，嗯，声音包括的也很多呀，声音，你比如说电闪雷鸣啊，传统乐器呀，动物的声音呐，哦，这都得掌握吗？动物就得有叫声。哦，对对，那肯定。你比如我说一个小动物，大伙儿也都知道啊。啊，猫怎么叫？您有研究吗？猫我倒是听过。哎，猫，我告诉各位，一说就明白啊。哦，它是猫，它叫的时候，这个发音就是“猫”这个字。哦，就这么抽象？不抽象。嗯，你比如说它是猫，它叫的时候就是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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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只小骚猫，不是小花猫，你看。这是猫，我看出您性格来了。猫就这么叫啊，这是猫。然后这个是普通话标准的猫。嗯，猫界还有普通话。对，哦，啊，你别的地方猫，你比如说这个锦州的猫就不这么叫。锦州的猫呢？锦州的猫是猫啊。你看，那他是对自己有什么疑问吗？这是？对，他也纳闷，哎，我是个猫啊，我是个猫。说话老带后勾的，这是吗？还有别的动物？还有，你这牛怎么叫？牛，牛的话，你一般的牛是有点脑腔共鸣啊，嗯，一叫着就是哞，哞，哦，它有点脑共鸣。嗯，要北京的牛就不这么叫。北京的，北京牛是哞。首先发音位置它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没什么区别吧？你看听不出来区别吗？一样啊。一般的牛是哞，啊，北京的牛是哞，还是一样？不一样，哞。有儿化音，有儿化，你看猫有儿化音呢。北京人说话儿化，对，牛叫唤有儿化音，北京的牛啊。哎呀，那你都不如来那个猫啊。您说这是锦州的牛，你可拉倒吧你啊！你也就欺负我没去过锦州。哎，我说这些个这个牛啊，这个，还是什么耕地的那个牛，哦，是这么叫。这黄牛还不是这么叫？哎，一样，黄牛不这么叫。黄牛怎么叫？要票吗？哎呀，我倒是刚才遇见几个，这什么话？哪个黄牛？说学逗唱，这是学。其实这个后台来说啊，不是说人家是主角，人家怎么样？我说句大话啊。哦，您大点声。真正说学逗唱这个学字啊，学这个后台，我要说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一，知道吗？好的，俩第一。不是，我要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哦，就是您比他们强。我学的最好。您能学？因为我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能学的一项。什么呀？就是广播电台。哦，电台，哎，广播电台。哦，您能学那个小物件？学里边那个，学里边那个内容，那个节目。哦，内容。哎，那里边内容啊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哎呦，你要是知道的少，听的少啊，你就学不了了。那多新鲜呢！今儿这么着，嗯，我别开生面，您要我给大伙儿学回广播电台。呵，您能学这个？也不用化妆，
往这一站我就是一部电台，哦，就不是人了啊。对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就说来就来。你听我这个内容像不像广播电台啊？马上就开始，这就开始啊。嘿，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郎啊啊啊！这可能是电台音乐。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。您这什么电台呢？少林寺老和尚广播电台。啊，听这和尚就不正经。少林寺老和尚广播电台，哦，现在开始播音啊，咱们一块儿收听。当当当当，你瞧，您刚才听到的最后一响，嗯，北京时间几点？7:50整。哎，这是整点吗？那欢迎您对时。哎呦，下面是天气预报。好，收听天气预报，为您的出行做好准备。嗯嗯，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快捷的气象讯息。哎，主要是能提前知道。昨天，最高气温99度。哦，降水概率100%。好，下的是开水。我想听明天。前天。有前天。最高气温-60度。哦，降水概率100%。啊，他又给冻上了。明天。上个星期四。上周四。雾霾。哦，能见度。多少？没有能见度。那您提他干嘛？听明天。明天的天气预报我们将在下个星期为您播出。好的嘛，全耽误了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哎，那听不听吧。好，下面是曲艺大观园栏目。哟，曲艺是中华的瑰宝。嗯，曲艺大观园是本台新开辟的一个栏目。哦，我们将在每期请到不同的艺术家。哦，带来不同的艺术形式。嘿，真可谓是艺术界的珍馐大餐。好词儿。那么首先请到演播间的呢，啊，就是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。这位是高元军先生。哟，给大家带来了山东快书。武松打虎。哦，这好极了，欣赏一下。哦，说来就来，你瞧瞧。嗯，高元爵上台鞠躬。哦，山东方言。咱们先言少叙，是打板就唱。好，屌你个屌，屌你个屌，屌你个屌，你个屌，你个屌，这个屌了你个屌了你个屌你个屌，屌你个屌了你个屌你个屌，这个老艺术家娘们唧唧的。闲言碎语不要讲。好，下回书里边说短香。完了，完了，一句结束了。您讲讲，接下来请到演播间的呢，嗯，是来自东北的一位评书表演艺术家。这位是？是单田芳先生。哦，单老给我们带来的是传统评书。哪段？海绵宝宝。嗨，这是传统评书吗？话说这位小将军，金盔金甲淡黄袍，红领带扎稳牢，黑皮鞋足下套，一双圆眼赛虎目，这俩板牙滋楞着，脸上一压一兜水。谁呀？谁呀？海绵宝宝啊。还真像，你瞧瞧。话说这天海绵宝宝跟往常一样，来到了蟹黄堡。那一只眼的痞老板早就埋伏好了，心说姓海的我跟你没完。为了抢夺蟹黄堡的配方，到下回小将海绵大战一只眼，好朋友派的星来助阵，眼看着就是一场恶斗。好，单老就是听完这一段被气死的。大家好。哟，我是广告机器人。哦，还插播广告。哎，嗯，这不是单田芳老师吗？认出来了，是我呀。哦，哟哟，您的嗓子怎么了？啊，痔疮。真是，这是一个地儿吗？您得了痔疮不用怕。哦，请使用我们为您推荐的老干妈牌药膏。听着就刺激。用了老干妈牌药膏怎么样？嘿嘿，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。您这都抹错地儿了。好，下面是华语金曲栏目。哦，又改了。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刘德华。哟，刘德华生于香港。嗯嗯，唱了许多歌曲。哦，其中一首《忘情水》更是脍炙人口。哎，家喻户晓啊。接下来为大家播送的就是刘德华先生演唱的《好西河大鼓忘情水》。西河的刘德华唱西河大鼓。蹦当的浪的当当的浪的浪的当，还有闲诗的的浪的浪的的浪的浪的滴个滴个当，什么毛病？这是当的浪的浪的当的浪当浪的当。嗯，曾经年少爱追梦。嘿，的浪的里个里个龙一
心那志向往前那飞，寻遍那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够回，给我一杯忘情啊水，换我一生那叫不伤悲呀。嘿，刘德华就是放屁都比这好听。好，接下来请到演播间的呢是两位歌手，又改歌手了。其中一位是中国的男中低音歌唱家，这位是杨洪基先生。哎呦，另外一位是中国陕北民歌男高音歌唱家，这位阿宝先生。好，分别带来的两首歌曲啊，那您介绍一下。那么首先是中国的男中低音歌唱家啊，杨洪基先生，杨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哪首？青藏高原。青藏，老头上得去吗？您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哎呀，拉索，憋死你！那可是青藏高原。不用看了，高原已经改了盆地了。接下来是中国陕北民歌，嗯，男高音歌唱家，对，阿宝先生是为大家演唱的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曲，哎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这俩人拿错剧本了，那个，啊，这还有白毛巾，这什么动静？这是。英雄死飞上唱，哎呀，我上不去了，上不去，不是上不去，你唱它干嘛呀？这下面是戏曲大观园栏目，哦，又换了。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京剧老唱片。哟，这段京剧老唱片是二进宫，哦，它是花脸、老生还有旦角三个人的对唱。哦，这可热闹啊！请您欣赏一下啊。嘿哈，有年头了。嘿，哦，还是唱片机，咱们一块儿听一听。对不起，放反了。喊你早干嘛去了？百代公司，嗯，约请金少山、谭富英、梅兰芳老演班演唱《二进宫》。好。回眸啊，中有枝叶，江啊山，池塘。这是花脸改老生。为什么恨天怨地，夹带惆怅？所谓那主啊。马上蛋卷儿，并非是哀戚啊，夹带惆怅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对不起，演员吃咸了啊！吃咸就别灌唱片了。这接下来为大家播送的是秦腔绝版录音。哦，秦腔这段秦腔绝版录音，嗯，是本台记者，哦，亲自到秦腔表演艺术家，嗯，沈和忠先生晚年在家里录的这段披门卖画，还挺珍贵，请您欣赏一下。哦，哦，这是磁带，这是，请您欣赏这段绝版录音。哎呀，绝版。老头现吃速效，你说？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清早起，哎，调门还真高。哎，老艺术家呀。哎，臂力多足啊。绝版录音播送完了，
我说叫绝版录音呢，老头不录这个还能活俩小时。好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传统京剧。这段京剧是一段冷戏，还冷戏。这段京剧是京剧老生马连良马派京剧《淮河营》的选段。哪段？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电台老有小惊喜。这回改光盘了。此时间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怎瞒得着？在长安死的夸，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的话？好，左手右手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唱着一首啊歌，给你快乐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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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告机器人。这老有广告。您的孩子挑食怎么办？是个问题。您的孩子淘气怎么办？这不好管呀。您的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不用怕，请到我们为您推荐的协和医院做无痛人流。对，打根上铲了，从根本上解决您的烦恼。对，那是一点烦恼都没有了。好，下面是交通红绿灯栏目。哦，交通节目。我们来连线一下事故多发路段现场，现场的记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。哦，现场的。哎，小张你好。小张。啊，主持人你好。哦，记者是小张。啊，小张。嗯，介绍一下事故多发路段现场的情况好吗？啊，好的，主持人。多少有点延迟。那么我是在事故多发的路段现场，现场的车况十分复杂，车水马龙。我对面来了一辆大卡车，离我越来越咣啊！小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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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通红绿灯播送完了。您这电台太费记者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告机器人。我就知道。孩子的学习问题是家长最操心的事情。不都打根上铲了吗？二胎。还二胎？不用怕。嗯，请使用我们为您推荐的步步高。对，打火机。打火机，一手拿着教科书，一手拿着打火机。对，哪里不会点哪里。人是这么说的吗？好。嗯，下面是武艺。鬼吹灯。哦，灵异节目。一惊一乍的。人点烛，鬼吹灯，还挺像。哦，这样阴历的7月15这一天。哦，这是鬼节。是中国传统的鬼节。还传统鬼节。在这一天，相声演员吴晓泽。哦，就是我呀，要去探亲。这日子探哪门子亲呢？他在路边拦了一辆血红色的出租车。我喜欢鲜艳的颜色。坐在车里，广播里传来了悠扬动听的歌声。还有歌声。我们坐在高高的骨灰上面。下来下来，你坐着你爷爷了。一路来到了他那熟悉的哪儿？太平间。我守那儿干嘛呀？太平间长长的走廊里面，空无一人。哦，只有他一个人脚步的声音。我穿的是高跟鞋。来到了走廊的尽头。哦，他伸手打开了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。铁门。咣当！呀嘿！突然，他将自己反锁在了太平间的里面。啊！他感觉身背后阴风阵阵，好像有谁在跟着他。对，回头看去，啊！谁？没有任何人。那您嚷嚷什么呀？这时候，从身背后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，说什么？我是广告机器人。我去你的吧！
刚才就你生气对吧？稍等啊，那个把场剪干净之后呢，我给大伙儿报幕啊，快点！像什么笨蛋赛的似的，放那儿啊，马齐了，对齐中间那根话筒，听不懂吗？死胖子！我看你们这胖子就讨厌，尤其那没毛的、有毛的都讨厌。那脸耷拉的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下去不下去？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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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报幕来了。他还知道给他爹弄个字儿。谢谢各位啊，这个大伙儿累了吗？不累是不是啊？什么？我不去我不去啊，好几千的西服你别给我摸脏了。接下来请您欣赏下一组非常精彩优秀的相声。接下来请您是什么节目来着？我也不是专业主持人，接下来是头儿又忘了什么论捧逗啊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论捧逗，表演者曹九台、陈凤清。感谢各位啊，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各位掌声鼓励吧，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各位掌声鼓励。看得出来大家对我们的喜爱。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们俩一上来都走了。哎，上厕所去了。走吧，还拎着包走。哎呀，好嘛，拎着包上厕所你信吗？啊，这个我们今天是这个我们轮哥的专场。哎，啊，刚才很卖力气。对，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剧场来说并不陌生。哎，很熟悉，封箱就在这个剧场。嗯，对于轮哥我们也不陌生。那当然，之前我就在轮哥那个队伍里边。哎，其实说实话，看到这么多观众朋友，心眼里边有点紧张，还有点激动。说实话，大家伙对我们不熟悉，哎，不认识，都是驻场的演员，哎，小演员嘛，都是小演员。对，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哎，您说说吧，让您各位也了解一下，也知道一下我们，哎，认识一下，让那些上厕所的也后悔没听到我们的名字。哎，这没什么可后悔。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曹九台，德云社，谢谢。哎呀，好了。上厕所的就别鼓掌了，上厕所还鼓掌干嘛去了？这是小学生。哎，旁边这位这我搭档，哎，陈凤清。是我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也是不错的相声演员。当然说是不错啊，您各位对我们不熟悉。哎，不认识。刚才我就说了，小学生小演员。哎，当然说是小学生啊，其实在德云社说相声的年头也不算太短了。哎呦，真有些年头。拿我来说吧，嗯，在德云社说相声，其实带干不干的也三十多年了，也不少年。三十多年的时间，我认为呀，哎，在这个曹老师，哎，您等会儿，我问问您啊，嗯，您今年多大呀？32。你刚32，嗯，说相声三十多年，合着您一下生就说相声是吗？啊，不是。没有听明白什么情况。我说我呀，我是代干不干三十多年了，代干不干三十多年。您才32，到现在说相声三十多年，合着您一下生就说相声，背着同仁堂出生的是吗？不是，你是没听明白我讲话吗？我听明白了，我已经说两遍了，我是代干不干三十多年了，代干不干三十。你才32，说相声三十多年。哦，你一下生就说相声，那护士没把你摁水里呛死啊？你那个耳朵是窜稀了吗？你那个眼睛会放屁？眼睛能放屁吗？那耳朵能窜稀吗？不窜稀为什么听不见呢？我怎么听不见了？我说几遍，我是代干不干三十多年了。你才32，哎呀，说相声三十多年，哎呀，哦，你一下生就说相声，哎呀哎呀，你个老登啊你呀，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也就现在我脾气好点了，像这样的你以前我弄死七八个不成问题。来一个，就不来一个。你才32，弄死七八个，平均4年弄死一个。第一个弄死的是不是那护士让你吓死的呀？我说几遍了，我是代干不干三十多年了。
闭嘴！连你们去上厕所去，上厕所去去，该干不干三十多年了，听不明白吗？对呀，他有什么权利跟我互动？人家买票了。大家给他一次机会吧，因为他才三十二。你没别的话了，待干不干三十多年了吗？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你解释，待干不干三十多年，说相声十年了，之前那二十二年一直在上学，加起来待干不干三十多年了，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呀。哪有问题啊？你这不就相当于就干了十年吗？对呀，总结得很到位，是十年呢，但是待干不干确实是三十多年啊。闭嘴！他什么毛病？废话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待干不干，我都干八十多年了，我都。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三十八。你三十八，待干不干八十多年了？计划再干五十年。怎么着？这东西没法计划呀。怎么没法计划？计划赶不上变化呀。万一你今天晚上说完相声你嘎了呢？万一你想年三十八怎么办？那我待干不干也三十八年，比你多，你才三十二。你没话了？那废话，你就跟观众说点实话。十年，十年了，还得努力。哎，向人家前辈们学习。对，我师父郭德纲老师啊。但是人家为什么说相声说的那么好啊？为什么呀？人家那个捧哏的很优秀，于谦老师多优秀啊，对吧？啊，岳云鹏为什么人家相声说的好啊？为什么呀？捧哏的优秀，孙越老师也好，对吧？我们伦哥，郎鹤伦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？为什么呀？人家捧哏的优秀。哎，郎哥也好，是吧？对。为什么我说相声不好啊？谁说的啊？为什么呀？好了，别互动了啊！这个场面越来越尴尬了，听不明白吗？啊，这不就是一个排比句吗？怎么排比？为什么郭老师说相声说得好，捧哏的优秀？为什么岳云鹏说相声说得好，捧哏的优秀？为什么张鹤伦说相声说得好，捧哏的优秀？为什么我说相声不好，捧哏的优秀？合着你他妈方的我是不是？不按照你那个排比往下排的吗？捧哏的优秀吗？不是，我那意思就是咱们俩今天说完这段相声啊，你能不能到后台收拾收拾？干嘛去？然后你就去世啊？行啊，说完了让我死去是吗？没有什么用啊。谁没什么用？尤其他没有什么用。你捧哏的嘛，往这一站都这几句。你是我爸爸。哎，结束了，就这个呀？还有这句，就这个，下台就领钱，就这么臭不要脸一演员。谁臭不要脸？他可以说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。我被评为是离我们演员最近的观众，真的直白一点，我旁边就是站着一傻子。哎，你旁边才站个傻子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这两天可能第四炮影响他这个脑子了。影响谁脑子？你看我跟他对着骂街，他老骂自己呀。有时候我都劝他，我说你别老骂自己，他说这事跟你没关系。谁说这事跟你没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废话，我凭什么是个傻子呀？这么些年就站桌子里边捧哏，不能站桌子外边逗哏，朋友们。谁不能啊？为什么观众超过俩容易尿裤子？站里边看不见，下回您再看我们演出，前五分钟不用盯着我看，看他就行。这手扶着桌子，表情很木讷。什么时候一哆嗦，他就结束了。哎，我合着台上上厕所来了是吗？对呀，你就这点作用啊？谁这点作用？你没有什么作用啊？谁没作用？你没有，你这么些年你逗哏吗？没逗哏呢。行行，没逗哏呢。行，姓曹的啊？怎么了？咱俩现在别枪火。怎么了？你这样，你也别说我傻，我也别说我不傻，咱俩不是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不好意思，不是你回来。为什么他第一次抱我？先等会儿，他影响他的脑子。我是那个意思吗？怎么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刚才你说我傻，我不是不承认吗？你想表达什么？我想逗哏，我今天哎，当着各位观众，我逗回哏，就在这儿，我要逗哏，不是我说就在这儿，我要逗哏，不是我说我在，我要逗哏，你能听见我说话？我要逗哏，这人疯了，这人，你要逗哏，我要逗哏，好好逗哏，逗哏，换过来，换，来换，不就逗哏吗？换过来，够得着吗？侮辱性还挺强，怕你够不着。逗哏了，来逗吧。哎呀，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。他三十二啊。
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。相声不容易，哎，讲究四门功课。哪四门？说学逗唱。没错，这个学就很广泛。对，学个什么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、草块里蹦的，学个什么人言鸟语的。怎么了？这换过来了吗？这不换过来了吗？光位置换了，词儿呢？词儿也得换。我怕你不说话。谁不说话呀？我逗哏，我说话的时候你别说话。你东北来的吧？还别说话。我要是东北的，这会儿你早进医院了。咱别甩着片汤话，来来来，你逗逗吧，逗。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。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，讲究说学逗唱。要说这个说就不，干嘛？你上这儿守灵来了是吗？你跟他们玩的挺好吗？那废话，你得说话呀你。你不让我别说话吗？我给你捧哏的时候，我是一句不说吗？有要求我说话了？你说话，来来来，说话，哑巴呀你，说说说，来说说，不是哑巴，说。今天我给你说段相声，相声讲究四门，讲究说，没错，就不小点声，退去。干什么？你干嘛呢你？怎么了？这不就捧哏吗？你捧哏句句都捧腮帮子上了，知道吗？站那儿就能逗哏吗？那怎么着？我还跪着啊？站那儿就能逗哏吗？废话！想当初我们逗哏的什么都学呀，我也什么都学，对不对？我们这相声是活的，咱甭背那死词儿，对不对？换过来，不换过来，换过来，不换，不换，不就活的吗？现在不要词儿了，我可什么都说了，我告诉你，好、什么都说，不就不要词儿吗？我最善于自由发挥，说，对，我三，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。干嘛？你急着死去是吗？退去！你都喊一整场了，退给你了吗？行了，我逗哏，辛苦您了，辛苦吧。昨天我上您家了，上家上家吧。啪啪一打门呐，打门打门呗，打门里出来一人，出来人出来人。哎，我一瞧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有外国人，是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大嫂子啊，嫂子不？问您说您没在家啊？天天不在家，我就走了。走吧，我走了。走吧。我走了，你也凉快凉快去吧。你干嘛呢你？怎么了？这不就是捧哏吗？我走了，走，你说话。走啊，你走啊，你死我，你死我们家，对吗？你走啊。废话，你这么捧哏，谁能逗乐观众？我就逗得了观众，信吗？你能逗乐？对了，换换来，换换换，换换，来来来来，还这词儿啊？还这词儿？来来来。辛苦您了，哎，辛苦辛苦不嘞。昨天我到您家了，到家到家，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，哎，打门打门，打门里边出来一人，哎，出来人出来人，我一瞧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外国人，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，哎，她今天在家，问你说你不在家，我今天不在，我就走了，走走吧，我拐弯了，拐弯拐弯吧，上大街了，上大街吧嘞，我进胡同了，进胡同不嘞，我瞧见你爸爸了，瞧见瞧见吧嘞，你爸爸长得跟小猪佩奇似的，怎么样，一个乐的都没有。平时还有点笑声，这都让你给我吓的。那废话，你谁爸爸长得跟小猪佩奇？你爸长得跟你爸长得跟小猪佩奇似的。你爸长得像蜘蛛侠，穿着裤衩满街爬。我看谁喊好。你爸长得像奥特曼，眼眶里塞俩鸡蛋。你坐那么远就别喊好了。你哥长得像海王，拿着粪叉子耍流氓。我让你上这儿念定场诗来了。那废话，你这个我也能，我你这么说我也能逗乐观众。你就逗不乐行吗？换换来换换换换换换换来换来来来，辛苦辛苦你来，辛苦吧。昨天我上您家了，上家吧。啪啪这么一打门呢，打门吧，打门里出来一人，出来人吧。我一瞧不是外人，没外国人，是你媳妇我大嫂子。大嫂子不？我您说您没在家啊？不在家，我就走了。走吧，我就拐弯了，拐，我进胡同了，进，我上大街了，进，我瞧见你爸爸了。不能，我爸爸死了。其实。其实我爸爸也死了，我刚才忘说了。那你怨谁呀？换换还换，来来来来，别动他！辛苦您了，死了。对不起，死早了。辛苦您了，辛苦辛苦不嘞。昨天我到您家了，到家到家，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。我们家没外国人，打门里边出来一人。我媳妇见天在家，我一瞧不是外人，我不在家，天天的。咱聊天有点流程行不行啊？你快点快点，让我爸爸出来，我想他了，快点。好好好，快快快快快点！哎呦，问你别催我，我问你说你不在家，我这天不在，我就走了，走走拐弯了，我进胡同，我瞧你爸爸，你爸爸家的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哎，差点让他滑过去啊！
这还干什么？我爸爸也死了。你爸爸死你怎么那么开心呢？你给弄死的？你甭管，这是我们家家务事。那我不是昨天碰见的。什么时候碰见的？我一年前碰见的。哦，你一年前碰见的？嗯，我爸爸死八年了。那就不是你爸爸。谁？你大爷。你大爷骂街我抽你啊？不是，我说碰见你大爷了。我爸爸行大。你三叔。我爸哥一个。哎，你爸哥一个你刚才不说？就这语言特点。好，你舅舅。我妈娘家没人。你姨哦，他娘家没人。你姑父，没有。你姨父，你姐夫，你干曾祖，你老干妈。你这也太干点了吧。你翻冰箱看，给我找一个。不翻那个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姓曹的。今天我为了跟你说这段相声，我们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死绝了。你太下本了吧。你甭管，养了六年的京巴昨天晚上饿死了。我们小区都没人，我的兼职就是看坟。过两天清明节我就算过年。你成碰见谁了？碰见谁？这就叫没有义德呀。没有义德，这就没有义德呀。没有义德。哎，我们逗哏的要碰上你们这样捧哏，我们逗哏的活不活了？我们捧哏的碰这样逗哏的，我们捧哏的活不活？你废话，问谁？谁没有？谁没有？家里全都死绝了。对，家里全死绝了。全死绝了。那我昨天上你们家拍门，谁给我开的门呢？我说 你媳妇开的门不合适吧？谁说合适了？当然不合适了。你废话，你得找个人呢，对吗？谁都没有，哪儿？对不对？问谁你得说有。行行行，对不对？我不跟你似的。问谁你得说有啊。行，说我呀。问我碰见你弟弟了。哎啊，还真让你说着了。怎么着？我有一个弟弟。有一弟弟。有一弟弟。有一弟弟。那我问你啊，我弟弟长什么模样？你弟弟呀、啊、你弟弟长得像蜘蛛侠穿着裤衩子满街爬。那这么说，我弟弟是你爸爸呀？我那个弟妹还相信光吗？干什么？那废话，你有弟弟我就能碰见。你遇不见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一个弟弟，你遇不见，他到今天才刚满月。你亲弟弟，我一奶同胞，一父所生，一母所养，那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？你爸爸死八年了，他哪来的？这儿等着我呢。掌声热烈起来。这个掌声只是给我的，无所谓。好，接下来请您欣赏郝伦哥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谢谢大伙儿啊。没，你给我滚一边去。不是姐们还妈妈爱你，你混哪个坟头的？怎么说话呢？他在这妈妈爱你。你行了，你个女孩家家的，你个妇女家家的，跑这儿的时候认亲来了。你但凡你有对象，你也不会来这儿的。怎么说话呢？这都几个单身的，我都看着他们了。没完了。他们四个抱成团，这叫什么？抱团取暖吧。行了，挺好。别对付啊、哦，脾气不太好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上来这我吓着，我怕吓着你们。我跟你说，台上都吓着我们了。真的，我不瞒你各位，他北京我混多少年了，我怕你们北京尖沙咀的，这是上海油麻地的。您先翻翻地图吧。啊、怎么了？他们天津铜锣湾的，我知道吗？都搁一块儿了。对，都不是外人。嗯，来的这儿都是为了开心来的。是啊，这样吧，我们呢也是啊，给大伙儿，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嘛。你看，有能说的啊，有能唱的，有能表演的，有能表演的，基本功我有啊，你们几个嘲笑什么呀？真的，这在这个相声演员不是在这个舞，你是不是踩着他们肾了？闹了一下了？开关不是在你那儿呢吗？就说在这个舞台上，你要没有点相声演员的基本功，你怎么立足啊？嗯，是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吧，相声演员的基本功，绕口令。绕口令啊，对不对？绕口令就不说了。那您说他干嘛呀？是简单的嘛，对吧、啊？要不咱们这么着吧，要不咱们那么着吧，要不咱们怎么着？您这不像绕口令，您这像泼妇吵架、啊，这是。对不对？红绿绿绿绿绿绿那种，
全是驴啊，红鲤鱼、绿鲤鱼、驴。对，看你这就是有点口音了。得，那我别说话了，我这是口音。对不？都有这个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打这边就都有这个吧？啊。我来个最简单的吧，最简单，我考考你们，你们要能说出来，今天我认输啊。好了。最简单的考人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，连说三遍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。哎哎哎，点起来！你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他这一话筒。我跟你说，哎，没有话筒，我真怕他拿我这个。行，你们几个可是有备而来。啊，考你个别的。我不要这么着吧，表哥。谁考谁呀？表哥抱表弟，这个你也行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不考你们。哎，那个谢顶这大哥，我看你半天了。你别考人家，人家给你拿的椅子。大哥，只要大哥能说来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，连说三遍，今天我磕一个。大哥，你说一个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啊。来，你先磕一个吧。大哥说。咱就别输北费了，我找一个吧。来，那个第二十二排的胖子，你先数数第几，老有他的事儿。哎，大哥，你喊说出来，来。我一个旋风脚，我旋你那块儿。豆，来第三十四排的胖子，我说一个，豆腐，不是豆腐。行了，今天我看出来了。嗯，今天来说我挑战成功，因为确实这个什么就挑战成功了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，这很难的。你说三遍来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、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、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。我用您评价我呀？这演员的基本功都得有，这是比较最简单的。是。其实你们私底下练练这几个字儿，连起来很难。啊。我找一个没练过的，他们几个有备而来。你说有你来的都练过的，来九南呢？九南，来张九南，你上来张九南。哦，没事，他打针了，他啊他没来，他拉倒吧。你看这个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意思让张九南上来，我他不信你会这个，你跟你说，这什么话这叫是？不信你能说上来啊？绕口令这我们基本功都得会，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，你那等等，不是轮儿，咱们第三个节目就拿这抻时间吗？这个开玩笑的，弟弟们，你那眼睛看清楚了，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，嗯，这是错误的示范，对。好了，接下来给你们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来一个更错误的，书费本费书本费，哇，好，对了，一遍，书费本费书本费，两遍，再慢点，我怕连不成句了。都会残不得飘白戏。书费本费书本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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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书本费，可以的，简单的。比方说吧，再有难的那个绕口令，还有什么呀？更难的，或者说我们的贯口啊，贯口。比方说地理图，老挝、万象、泰国、曼谷、缅甸、仰光、孟加拉、印度、加尔各答、孟买、新德里、过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黎巴嫩、土耳其、安卡拉、过黑海盗、乌克兰、莫斯科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波罗的海盗、芬兰、瑞典、斯德哥尔摩、挪威、丹麦、德国、柏林、布拉华沙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布达佩斯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索菲亚、希腊、阿尔巴尼亚。汤汤汤汤，好几百句，没有必要今天都背全了，因为再往后背呢，肯定会错。对啊。我以为再往后就得充值了呢。嗯，不是，他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啊，咱没有必要炫技啊。演员在台上来说每个字儿，观众都得听清楚。哎，你们还真听清了。哎，这话筒为什么歪了？你要不拽的，他能这样吗？嗯嗯，好，你放心，赔不了几个钱儿。哎呀，这都几个钱了，这是。你懂我吧？哎呦，我们这钱都拴在肋叉子上，动一动肝都疼。因为肝也拴肋叉子上了，这是说，再有就是唱，唱
唱，现代人都喜欢听唱，是，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，嗯，啊，错了，不开这种玩笑了。嗯、作为我们这些八零后的人来说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闭嘴吧，干嘛呀？八零后他们还与我，你踩什么上面了？这是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不玩笑，确实是八零后，真是的，八五年，1880，对，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，我回去了。哎，你站着。这今天蹦得格外高啊！今天腰腿好了。1985年的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年代啊，都喜欢听歌。哎，80后都爱听什么歌啊？小芳，大哥，你真是哪个年代的啊？真是个女，他能说出小芳来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眼睛，辫子粗又长，是不是？小芳怎么你了？小芳吗？不是，干嘛呀？这是，大灰灯之前的那晚上，你唱的是个魔方啊！这是，小芳吗？能提出这种歌的来说，年龄肯定是都得是80后左右了。对，啊，80后你们还听什么歌？嚯，特别的爱啊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藏不住你的，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好，就唱一句，再听了就得充会员。对。他有点充值来了。老歌，宝贝，对不起。我给他们笑脸给多了，这几个。那你能不能唱歌时候把眼睛睁开呀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老闭着眼睛唱呢？我怕忘词儿。哦，您那词儿都刻在眼袋里边是吧？那是眼皮，还他妈眼袋，眼袋在下面。哦，难怪眼袋这么大，都遮住眼皮了。你真应该做做手术去。你少说话吧，我容易把你医保给你打欠费了。我这皮还有好，我还有公积金呢。我差不多得了，知道吗？今天笑呵呵的，别看你挺胖的，我不服你，知道吗？你有多少医保亮出来？真的，我这皮子不太好，今天赶上这今天这么人都来捧场来了，老这么多笑话。别说了，就说说血糖升下去了，快点。干嘛呀、嗯、你看我就说影响视力了吧，甚至有点要失聪了都。我不瞒你，咱俩今天要在台上，我跟你说真说、哎、你能看得见我才怪呢。咱俩今天要在台上真说打一架，我不瞒你，30秒之后你就得跪下给我做人工呼吸。不，你休想。好了，你这样都不想得到我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的个天，拿我当吹糖人的、嗯、行吗？哎，应该是这个。哎呦，你今天有点新鲜的兄弟、哎、有点跌度。哎呦，行了，今天是你的高光时刻。哎，你要相信光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狗熊？你就改吧，你就啊！哎呦，行了，嗯，哎，老师，他也是80后，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刚才说那些歌，我们都是一个年龄代的，耳熟能详啊！一个年龄代的80后的吗？是，我们那时候都流行什么呀？您说说。四大天王，哎，没错，魔力青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，不不，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咱们是这个，咱们中国香港这边对。啊、刘德华、郭富城、张学友、哎、张鹤伦，对，这三火遍香港，在红磡我们都开过，没有最后那个，没哦，没有张学友，对，因为不是没有张鹤伦，无所谓吧，嗯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我的？哎，人家有黎明，你会记住我的黎明，对，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？这难不住我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不去。那首歌的名字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，黎明的代表作，对，郭富城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还会跳呢，我可以天天念念夜夜在想，说明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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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学我这个，这驴皮影呢，跳舞吗、哎、唱的还真不错，哪看出像傻子的呀、啊、
真是这怎么就像呢？这不像，不像。我有那么显得那么弱智吗？你们退票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师傅，把他们票给退了吧。师傅在天愿做比翼鸟呢。这点词儿你全学会了，孽畜。哎呀，行啊，大伙开心就得了。回忆一下我们的青春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来说，你看听演唱会不都听这些人吗？对，是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仔细想想，其实咱们啊，嗯，不是说去追星的，买票不是这个吗？不是，那是。现在我们这代人听的演唱会不是去听的歌，哦，对不对？是你在舞台，我在人海，听的不是歌，而是我曾经的青春啊。哦，为什么现在伍佰人那么火呀？伍佰老师，他去听他的歌的全都是八零后左右，对，对不对？也还有好多七零后、八零后。哎，听见你说，朝阳起又落，就为了黑一下。今天好像没有伍佰的粉丝。嗯，你零零后，你拉倒，你胡子都一大把，你零零后。您哪擦擦您的眼睛吗？哦，那刘海儿，刘海儿，刘这刘海儿能看成胡子吗？盘旋海儿，月牙海儿，行了，管着吗？零零后听什么歌啊？零零后听什么？小娟儿啊，十八摸，零零后听十八摸，你有点早熟了你。零零后我知道人家都听什么薛之谦，对不对？我能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现在都没有了。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，你这歌还倒装着唱是吧？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这不是薛之谦了啊，凤飞飞。这个年代的歌曲都知道，废话，粘头发的我都熟着呢。好，那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你可知道吧？我不熟悉，你那模仿我都没听过。凤飞飞那个年代，那就是那个年代的，什么八旗都在这天边，不会有争斗。徐小凤，顺楼内楼你也听过？啊，三楼我也听过。顺流逆流啊，还可以啊。嗯，比方那个年代的龙奔龙楼，赶紧过马路吧，噔噔噔噔，顾的 BGM 啊，那个年代的歌，比方说还有那个嗯，谁对谁好呀好，把必须留，噔噔噔噔，没有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不知道了，这知道啊，谁呀、啊？谭咏麟，谭校长的呀，哟。兄弟，我在这边呢，啊！我这边我感慨一下，你这真知道、啊？不用感慨啊，是也知道。潮水会把佢盈盈一把开。陈百强。他这每回感慨都不，我在这边呢。啊，听这个，咱来这个啊。嗯。我在这边呢，我没唱，啊、没唱呢啊。那边那个黑妇女别这里，刘德华呀，要要。哦，你在这边呢，还真知道点 啊，真知道点那个唱点唱点大伙儿大伙儿现在听的吧，就大伙儿都有什么？对，一零后的歌曲吧。对，凤凰传奇是一零后啊，传唱度很高啊。什么呀？山里山连山外山，乌蒙山连着山外山。这我不熟，因为跟头发没关系。你们说点唱法。毛不易，毛不易会那个、嗯。日出又日落。深处在深处，一张小方桌。
儿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世界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放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回头看，他有没有哭？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。听到这儿，你就别担心。其实我过得还可以，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又来到我的梦里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睡得轻。哎，毛不易，这得说你，因为我没有。告诉你，有点毛不易呀、啊。这个经典吧？嗯。啊，林俊杰，那个当年我不骗你，听林俊杰，我当时正烤串呢。你这有什么骗我们的呀？你听相声的时候还烤串呢？我那时候在老家，2002年那时候啊，2002年第一场雪吗？不是说林俊杰吗？都会。2002年的林俊杰，那个时候我真是正烤串呢，天天听他那。那个时候流行什么？那个“风到这里就思念，念住过客的思念”。烤串不能有风。千千远远千千，是不是那个？啊，不是，圈圈远远圈圈。江南，江南，大家有这个林俊杰那会儿喜欢刘德华。好，包括后来，现在我其实喜欢，你看我唱的歌都是偏民谣一点，抒情。对了，前段时间那个，比方说最开始咱听的董小姐，那会儿啊，董小姐，下班了啊，换一首吧。董小姐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哎，你先等会儿吧。啊，您这不是董小姐，你唱朱刚烈啊，这是，对吧？民谣嘛，嗯，包括后来那个赵雷，赵雷，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，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，为冷清的房屋画上一扇大窗，再画上一张床，都是赵雷的歌曲，嗯，啊，这个民谣，喜欢。没有星星的夜晚，这歌给我整出病了。我因为这个小朋友，我现在我百度他，我的人肉他。我跟你说，这不是刚才那小朋友吗？小朋友长大了，当年就在小剧场演那歌怎么前面怎么？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。哎，这回唱对了。当时没唱对，我后来就因为他纠正了我这个错误，回家我一遍一遍听，很复杂。我就为有朝一日我见着那个小朋友，我跟你说，我嘴对嘴我唱给他听，让他记住我。贺伦哥哥已经成熟了，哥哥，哎，这坑好啊！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，嗯，那首歌曲。现在来说，你看当年还有好多那个大伙喜欢的吧，我喜欢多的，比方说那个什么，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，某天在某时辰。对不对？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周杰伦。哦，是啊。对，
我们都喜欢周杰伦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，但是实话直说，周杰伦的歌其实你前面还能听，后面就得充会员。对，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。对不对？周杰伦的小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周杰伦小名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叫什么？王老八。不是，您这都不挨着。周杰伦小名王老八，都知道是小名。谁知道？就你知道。人歌里都唱出来了。歌里还有这个？哎呦，你听着吧。怎么跟喝了似的？最长的电影，这里有他小名。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。踩什么了？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冰上的巴黎脑海中还在旋转。小明在哪儿呢？望着你慢慢忘记你。周杰伦的小名马上出来。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都快唱完了，在哪儿呢？记得你叫我王老八。记得你叫我王老八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小名王老八。哎呀，您这好有一比呀、啊！怎么比？肚脐眼放屁。怎么讲？怎么想的呢？哎呦，你这句话呀，我有一个俏皮话啊。怎么说？你这是老头钻被窝啊！这是你给爷整笑了。老太太，老太太钻被窝。你去找王老八吧。哎呦，这又是老头。暴露了，暴露了，原来你不喜欢大乔，你喜欢孙策。我喜欢乔玄，行不行？我乔都够悬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您得别胡唱了，这当然模仿的还是很像。行了，无所谓了、对不对？叫他哥们儿，大伙儿爱听嘛，这么着也别光我唱了。哎，咱俩来一个吧。不，我听着挺入神的，挺好。不要光我自己唱啊！啊，大伙儿都知道你的特点。我什么？就是没脖子。就是、哦，都知道你啊，轻舞飞扬的。轻舞飞扬啊，能跳舞。我也不跳不了。给大伙儿来一个，北展这么大的地方，跳一个没毛病吧？哎，没毛病，本来就没毛，还能有病吗？这么着，我唱你跳一回。那不是，您得说您唱什么呀？我唱一首抒情的歌曲啊，来一首《雪落下的声音》。行，那我给您伴舞是这意思。对，来我让你看看大伙看看什么叫旋转的煤气罐。这玩意儿多吓人呢！那对，哇，就是飞舞的煤气罐在空中哇自转三圈自爆，砰，炸一地卤煮。哎呀，就爱吃这个。来啊！轻轻，哇哦，好棒啊！你居然还有腰啊！赶紧吧。轻轻，哇，好棒、啊！人家能下那么大的角度、啊，我的天！轻轻，没完了是吧？他们哇哦的呀！你要不煽动，人家能一块哇哦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再窝一回。轻轻落在我。轻轻，咱不带往回倒的啊！不是，我刚才要唱，你又在这干嘛呢？我以你废话，我以为你这倍速了呢。你好，这跑到整回放来了。轻轻
落在我掌心，静静在掌中结冰，相逢是前世注定，嗯，此生如纸般薄命。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。我闭上了眼睛，求猴哥快快显灵。怎么还有猴啊？快来收服这只猪妖精。喂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二位翻到明天早上八点。八点拿来吧你。哎呦，哦哦，还有花儿。谢谢大家啊。我先一样要说，是彩票。全是彩票，嗯，最高奖金100万，朋友们，还说什么相声？你记住是彩票，现在正在不是支票。你们现在正在跟一个亿万富翁在开一个亿万富翁在讲相声，你知道吧？我的天哪，这都得拿走啊！你、多迫不及待呀、啊！哦，谢谢惠顾，是吧？哎。在哪儿刮哪儿是中奖不中奖啊？七有七就中奖啊？你认识数吗？妈的，还给你吧，一毛。别扔给他，就搁在这儿吧。啊，待会儿都是七都啊。信。啊。信。信。信信里面有彩票吗？没有彩票。啊。好、啊，哎呦，您写的挺好的，今晚403见。这403跟了你38年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别胡说了。哪个酒店没说呀？这个，刮开，留着留着，刮开刮开，谢谢吧。来，大哥，你打个样来，来吧。别打，别打，打不开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那个什么，要打开，我当时就炫了。这点酒量，哎，我们东北都彩香喝。这点酒量，我一个小漩涡，我直接我躺台上了。哦，您是醉了是吧？哎呀，真的醉了啊！嗯，这样吧，给大伙儿唱一个吧。嗯，来首小娟儿，好吧？唱小娟儿呢，咱们就像演唱会一样啊！大伙儿呢，把手机的闪光灯打开，咱们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来，把酒给我起开。酒起不开，我先起开啊。喂，啊，用这个行。天树叶飘雪花，外婆桥前等小圈，桥上的我在等待，一晃过了10年咋还不回来。小圈儿啊小圈儿，你在哪边？三家的酸菜已满缸眼儿，小娟儿啊小娟儿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俩从小一起唱的那一段儿，哎呀我的天儿，破鞋露脚尖儿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啊，我说等两天儿，没钱我光脚丫儿。外面飘雪花，邻家小门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。
她是我的心肝儿，起名叫小娟儿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，比我胖两圈儿。谢谢大伙的捧场，北展的演出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所以说呢，特别感谢大伙来捧场。贺伦呢没有什么能耐，就希望在台上能逗你们开心，也没有什么能给您的，给您送你点欢笑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小娟儿在那边，酸菜已满缸沿儿。小娟儿的小娟儿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俩从小一起唱的那一段儿。小娟儿，小娟儿，可曾嫁个好人家？小娟儿啊，小娟儿，你给他生了几个孩儿？小娟儿啊，小娟儿，今儿又是个大雪天儿。小娟儿啊，小娟儿，这辈子咋就没能和你做个伴儿？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啊，我说等两天儿。那天我光脚烟儿啊，外面飘雪花儿，是谁留下这一段儿？小娟儿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呦呦！我先，我，你们是不是没啥送的了？这是什么？利民辣酱，给我整一大堆。哦，利民蒜蓉辣酱，炫一个。哎呦，谢谢。我收到房卡了。哦，这我这希尔顿啊，懂，403啊。不，哪儿那么多403？我先说这个蒜蓉辣酱，来，你给我干一口，我看看。这个也就罢了，我想问问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不是蛋糕啊，这你妈居然是块五花肉。哎，流汤了，流汤了。写字儿了，这边啊。你是我们的心头肉。真的假？头回看这护心肉这么大块。心头肉，8斤的五花肉送台上。你们说这么多，听这么多年相声，我说什么10多年了，我头回没见有人送五花肉放台上呢。五花肉能往台上送？这不还有辣酱吗？保安这些东西不拦着吗？他也没想到是送演员的。我没想到啊，说这么多年相声，头回在台上收到五花肉。炸点鸡蛋酱。哎呦，我香你一溜跟头。跟人家有什么关系？今天真齐了啊！行了，咱这个你看，这葱姜蒜都有了，有酒有肉，有酒有肉了。行了，老狼，开始吧。尿酸整，那是送您的。展示尿酸的时候到了，您受累吧。老狼来一个吧，我来一个。行，我简单唱两句。对，我去做点五花肉。我唱个党亮吧，好吧。哎，还检疫过的，多新鲜呢。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余则把香啊烧。关公犯罪刘备呀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？小小回应速去报，旧舍老爷放了骨胶。提刑监
把头笑，一腔热血燃正啊跑，好汉英啊雄辜负了，汗马功劳一旦跑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啊高，留下了美呀名在万古飘。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哎，没想到你给我搁这儿，什么？嗨，我这顺手了，顺手签卡。叫小帆，德云社来说都有自己的代表作。你看，比方我的是小娟，嗯，岳哥的那是啊，哎，好像不多呀。岳哥的粉丝也不多，今天。都是看你来的。对的，你看辫哥哥的桃叶肩上肩，哎，太清水河。我师傅的呢就是叫小帆，多少年了，我初听还穿尿不湿，现在也是尿不尽。您就换条纸尿裤好不好？今天就来个叫小帆怎么样？哟，得嘞，那我给您搭个签儿，来吧。哎，一进啊，你来啊。哦，我来前面啊。对，一见公职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门，真好。这等您唱呢。再来一句。站立宫啊门，叫小娟儿。娟儿啊。再翻一个。没有想到弟弟还有话筒吧？哎呀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把演员都叫上来一块玩一玩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后台的妖魔鬼怪，闪亮登场。来，再挨个啊介绍一下啊，来头一个这边这个曹九台，于小怀，来来。王小格，杨鹤龄，吴萧泽，陈凤清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用隆重的掌声介绍一下今天比较特殊的一位郎客演。我在这儿，哎哎，你俩，我在这儿站仨小时，我是个屁呀、啊！哎，咱别美化自己。给各位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啊，旁边的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来说哈、啊，镇八方玉面昆仑侠，哎呦，这是赛九狗的，哎呦，张九南，今天来说啊是这个专场嘛，像北展嘛来说啊比较特殊啊。九南说呢，那个哥，我能不能给你去主持呢？我也想挣点钱，然后呢，嗨。没有钱的事儿，没有钱啊、哦！今天不用给你钱了，今天那不行，感情，感情，对，感情重要还是钱重要？感情也重要，但是钱更重要。行了，其实他不在乎钱啊，那个咱就不给他了，结束，撤，快来，你回来，回来，这样吧啊，这个你给大伙来两句好不好？我别来了，哥，您来吧，我就想听听你跑调的歌曲。那这样吧，这个最近刚写的歌给大伙来两句，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天籁之音，准备好啊！您喊三二一，我开始唱。三，三二一啊！哦，来一，三二，非得查数。对呀、啊，我得准备。三二一，哇！歌我就不唱了，哥。那这样吧，咱一块儿给大伙来一个六对对歌，怎么样？来，往前站着，不丢人，朋友们，往前来。看谁不会唱啊？不会唱的啊，当场打死。来一个啊，大伙来哼个节奏。嗯，噔个儿噔个儿噔个儿的个儿噔个儿的里个儿噔啊，个儿噔个儿里个儿噔一呀。天桥没有桥啊，怎么样？戏台是人大的哦。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，个儿噔个儿里个儿里呀。你刚下了台呀，下去喽！我又登上去，来了你，颠来倒去，倒去颠来后，他这同着的呀，咯楞咯里咯里呀。您要是听相声啊，怎么样？德云数第一
呀、啊，知道。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全都在这里呀、啊，咯楞咯里咯里呀。您摸着台上瞧啊，喽喽，没一个能看的，不能。也就是我这个队长长得像宋仲基。咦，谁刚才谁鱼的？你个没毛的！刚才是玩笑的呀，知道别往心里去、哎、祝福大家身体安康，生活甜蜜蜜呀，爱万事如意。